死亡做出了回应。是不是跟疫苗有关啊？到底当时的状况如何？那晚上我会跟我们的专家小组也会就这个个案啊，还有刚刚讲的岐山这个个案啊，来做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个案的研究啊。那我也只是我们卫生局也应该要立刻通报是不是属于严重不良反应的具体的个案来请这个中央能够就这个个案来做审议那我想在我们的要害的一个救济跟整个市府该负的责任，该做真相的一个调查，我们都会负起完全的责任啊，这个也请大家放心啊。那我也要再一次的那表达这个市府的慰问那我内心看了他们家人之间的一个互动我真的是也是非常的难过不过我想事实的真相跟整个这个跟疫苗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做厘清。